把衣服脱了。啊？哎，你干嘛？眼看着风平浪静，我若还不回城，岂非贻误战机？这船为何只原地打转？公子，你这么摇下去，何时才能到岸啊？教你啊，先要把这个桨拿起来。姑娘，我来就行了。把桨放下去，这样滑。姑娘，来，我来就行。放下去，我来滑就可以了。滑。哎，桨！别动！是公子说不要动的。公子，你既不会划船，不叫醒我可是舍不得。不想烦扰外人。百年才能修得同船渡，你我缘分匪浅。如此风平浪静，如何回城？眼下风和日丽，又唯你我二人，分明是上天想让咱们俩独处。所谓求之不得，避之不及。姑娘，我此次来靖南有要事在身，实在不宜在海上耽搁太久。姑娘，需要我做什么？风平浪静，既然公子急着要走，可是我说出的条件，公子都愿意答应。把衣服脱了。啊？哎，你干嘛？没有布的话，如何做船帆啊？好吧，公子既然不愿意，我脱我的就是了。哎，姑娘。请自重。哎呀，公子，为了你一件衣服算什么呀？姑娘，不必了。公子不是急着要走吗？我这是在帮公子呀。姑娘。嗯。有船来了。是东迁。他们性格凶残。手段狠辣，我们必须得尽快离开此处。公子会踩水吗？报告，有艘幸福船只，将军。划船踩水的功夫倒是一绝。姑娘谬赞了，行走江湖至少得会几样傍身的本领。公子才与我相处几时啊，就已经以江湖人自称了。看来你我还真是性情相投。不敢不敢，还是姑娘胆色过人。东迁士兵近在眼前，还有心情与我说笑？
公子可与我多相处相处，届时定然会胆大包天。